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这是天安最近打的局两年100分联盟赛，本局用元哥对线梦奇，又会有怎样的表现？一级的元哥很弱，自然拿不到线权，这波趁梦奇去中路支援，天安赶紧清线。他反了一个小猪，对吗？需要辅助。他怎么经验这么高啊？这个人一把打野到一个鞋子，能从我面前走过来吗？三星走能走吗？哇，真的差点让你从这里过。四级之后，两人谁都打不死谁。天安放出傀儡压制，梦奇大招一开，直接跑掉。他这个二技能确实伤害不高，主要来源是他的频率和一技能应该是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初代暴君降临。但他这个二技能好烦，吐火，吐火，立刻一个火吐出来。别跟他打圈子了。听完七级再拿到第一个人头，这不看到上路龙空处宝宝团战，对面全部大残，赶紧过去支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Nice assisting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想从我这里溜走。换天丝线，交会终极。这波我看到牛魔的控制打得非常好，但是至于为什么没打过没跟上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兄弟们，享受比思考更难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没有天敌了吧，兄弟，你太为所欲为了。这波还得感谢一下这个韩信给我个红 buff。 这波单杀梦奇给了天安极大的信心，自以为可以线上压制，结果惨不忍睹。你看，我对他的压制就会越来越凶。他好像不怕我，兄弟们。换天丝线，什么牛马英雄这么恶心，兄弟？哎，他怎么还能回血啊，兄弟们？之后天安再也没能找到单杀对面的机会，一直带天发育。直到十分钟，这波看到韩信下路清线，机会总算来了。韩信横扫哥，兄弟们，横扫哥他死定了。你是我的，需要足够的距离。我靠，这横扫哥是真能跑啊！这英雄除了能跑，我觉得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我觉得他就是能跑。再往下路线，回到中路，转头又看到一只残月神梦奇。韩信可能追不上，切死这个就跟杀死一只猫一样简单。神梦奇其实无所谓的。元哥是神梦奇，他亲哥呀，真的。神梦奇只能被元哥安排的稳稳妥妥的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元哥这个英雄几乎是所有脆皮的克星。这波蹲在中路草丛，静静等待机会，看到对面射手出现的一瞬间，一套华丽连招就把他斩于塔下。啊，你看。过来拉过来，对不对？三技能减速能量换位是吧 ？A 加大招使得场拉开。哎，很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别打我兄弟。大哥，你灌技你就别灌到我脸上来啊！你灌我脸上干嘛呀？虽说元哥在脆皮面前可以横着走，但是遇到肉装梦奇，该怂还得怂。反甲梦奇，真讨厌！大哥救救我行不行？被灌死了，被这个人吹得一直跑。于人生喧哗之处，看无边梦幻泡影。哇，盛世！漂亮，美人计，不死之身。来到14分钟，天安放出傀儡强行拆塔。梦奇虽然守不住，但也能把你打残。这波天安上一秒还在吐槽，下一秒就秀了起来。他仅做两件输出装就能打这么高的伤害吗？我靠，他这个打消耗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呀！一技能转圈圈啊，不对，一技能叠盾，二技能吐口水，三技能旋转木马。我靠，真有意思，兄弟！这也是改了个人才英雄啊，兄弟们，给他转圈圈。我非得打烂你，我让你转圈圈。
起进攻。往死里打兄弟，不要留情。我的过去想跑，你问过我了吗？藏在这里、你告诉我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你跑得过我吗？啊，跳跳，啊，陈导哥，你有没有问过边路之怪，你能不能走？这局干得漂亮！啊，陈导哥，我岂能跑了吗？跑呀！我没说你可以走。减速到，完了，一下，两下，第三下，我不死之身。这番操作连斩三人，秀发前朝。可是紧接着，天安就浪了起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把他推掉的，你们等着吧。真的。经济领先，别浪。去吧。完了，我靠 ！Shut down！ 傀儡大难降临了，兄弟，这傀儡爆炸之后无法逃走。拉倒了！完了，马可在打红，龙坑的视野给了。不过这波，我觉得我的队友，你们可以看着拉扯一下，他们也不一定好开的，去骚扰一下就行。拉贝没想到，躲到了。开始撤退。马可进化开晚了这一波，但是还行。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头部电龙，把电龙给了，影响大吗？就沈梦溪来赢，这个电龙给沈梦溪的增幅大。那没事，我能把它切掉。发起进攻。击飞到五个，我操！厉害厉害，这波厉害！开始撤退，全部都掉了。啊！傀儡又被秒了，连大都开不出来，兄弟们。大招还会冷却，我感觉要没了，真的，两波傀儡死亡，直接暴毙了，兄弟们。真的，我靠，这傀儡一爆爆了就没了。